由着经济部、市府甲成功大学共同主办的2017台湾设计展，九月底将要伫台南盛大来举行。今年活动是以着幸福设计伫台南为主题，要以设计来展现台南上丰富多元的产业实力甲文化活力。下晡市长甲经济部处长等人就为活动来进行启动仪式。嘛，同时准宣布台南设计日设计行路创意精选活动就正式开始。请揭幕！哇！市长赖清德甲各位贵宾共同有下单，宣布将由台南举办的2017台南设计展设计行路创意精选活动开始。主办单位经济部处长沈荣津表示，设计日关系着国家产业的竞争力。透过设计展览，甲在地特色产业结合，一步一步将产业推向国际市场。那我们就谈到设计力，关系到我们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。竞争力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自行车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捷安特，我们的美利达。过去我们就是传统的这一种自行车，我们推向了我们的高阶自行车，走向了品牌。那这个可以看到，关系到我们产业的竞争力。九月底将要登场的台湾设计展，甲往年比起来差别真大。不只是结合经济部、市府甲成功大学三方共同主办，也搭配单一主场馆的形式，将展场扩大到六大卫星展区。赖清德就强调，将以着规个城市的力量来主办，也趁势推动台南的设计创意产业。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南市的设计创意产业。我们希望能台南市的产业能够像刚刚沈市长勉励的哈，经由各种不断的不同的设计，让我们的产品增加附加功能，啊，也因此让我们的设计创意产业能够进一步的提升。记者会现场，经安排设计师郑三五附上意象的行李箱给赖市长，展现出台南文化特色甲产业设计的力量。就邀请台南店家参与竞选，共同打造城市为展场的目标。记者邱玉文、陈嘉生、中西区采访报道。